想安全丰胸，想快速丰胸，想有效丰胸，安全、快速、有效，只有魅力顶峰可以做到。哇，这都动起来了，太神奇了！有点胀，好像正在变大一样，开始发热了，好舒服啊！这就是魅力顶峰神奇的丰胸力量，只要把魅力顶峰智能片放入文胸内，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，你都可以让乳房动起来，不知不觉中胸部变大了、变挺了，就是这么简单方便。打造傲人双峰，打造丰满魅力女人。大多数亚洲女性胸部扁平、胸型不佳和萎缩下垂，问题的关键在于乳腺导管。干瘪下垂的乳房内，乳腺导管已经接近萎缩，脂肪细胞根本无法通过导管进入乳房，胸部当然扁平下垂。原本支撑胸部的脂肪大部分都流到腰腹，造成堆积的脂肪。所以丰胸的关键就是疏通并壮大乳腺导管。魅力顶峰以美国 VCT 生物实验室独创的智能芯片为核心，只要将两片圆弧状的魅力顶峰智能片放入文胸内，魅力顶峰释放的每秒10000次的高频智能波就能以特殊方式疏通萎缩的乳腺导管，并让它渐渐变粗变大。使用过魅力顶峰以后，乳腺导管饱满畅通，保证了大量脂肪细胞经过乳腺导管充盈乳房，使我们的乳房重新变得圆润丰满富有弹性。蔡云23岁，使用魅力顶峰25天，胸围从70A 变成70C。我现在不仅可以看到乳沟了，而且穿的衣服也比以前漂亮了，吸引的目光也越来越多了。张小璐27岁，使用魅力顶峰20天，不对称胸型得到纠正，胸围升级2个罩杯。刚刚用的时候啊，热热的，胀胀的，很短的时间变大了，变挺了，真的很快哦。葛林31岁，使用魅力顶峰30天，胸线提高3厘米，从75B 变成75D。我的胸一天一天的在变大，然后不用尺量，我都能感觉到它在改变。每天早上起床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棒。只要把魅力顶峰智能片放入文胸内，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，你都可以让乳房动起来。每秒10000次的高频智能波，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你的胸部变大了、变挺了。只要你选择，我们就让你变大。还不赶快来试试？美胸攀高峰，魅力到顶峰，魅力顶峰。20岁了。某些地方还像12岁一样，因为青春期荷尔蒙分泌量的不足，让乳腺导管提前萎缩。其实只要及早疏通，壮大乳腺导管，胸部完全可以重新发育。真的，才1个多月，胸部就从70A 变成了70C。唉，这有点不太敢相信，一下子长大了这么多，以前的自卑难过呀，通通都不见了。现在穿衣服特别的有感觉，追我的男孩子，一下子变高了好多。长大以后。我的胸部发育不好，而且胸型也很难看。魅力顶峰的高智能芯片能够根据不同胸型发射对应的智能波，除了丰满胸部，更修正胸型，让你不仅变大，更大的漂亮，大的完美。其实啊，我本来呢只是抱着试试态度用了魅力顶峰，没想到啊奇迹真的出现了。它很安全，没有任何的刺激，有一点热热的，是直接作用在胸部，所以呢效果特别的快，胸部不仅变大了，而且形状也很漂亮。生完孩子以后，看着自己的胸部一天天变小，一天天下垂，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。只要你现在立即使用魅力顶峰，让每秒10000次的高频智能波在疏通乳腺导管的同时，刺激脑垂体分泌雌性荷尔蒙，稳定脂肪结构，提升乳房高度，恢复坚挺丰满。魅力顶峰让我的胸部变得更美更挺，我比以前更爱照镜子了。是魅力顶峰挽救了我的胸部，也挽救了我的家。只要把魅力顶峰智能片放入文胸内，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，你都可以让乳房动起来。不知不觉中，胸部变大了、变挺了，就是这么简单方便。希望胸部一次就大，立即坚挺，不会回缩吗？那就选择魅力顶峰吧，因为它给你的是最安全的物理丰胸方式，安全、快速、有效，不反弹，让你没有一点后顾之忧。它不像口服或涂抹的丰胸药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更不像隆胸手术那么危险，甚至会留下疤痕。现在安全丰胸的机会就在眼前，你只要一次投资很少一部分钱，自己的胸部就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有弹性，让你的胸部一次次冲击高峰，享受达到顶峰的快乐吧，让自己从平凡的丑小鸭变成性感天使吧。只要你选择，我们就让你变大，还不赶快拨打电话订购。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产品，魅力顶峰让我梦想成真了，前所未有的感觉。感谢魅力顶峰，最快、最有效、最安全的，做个完美女人其实很简单。美胸攀高峰，魅力到顶峰，魅力顶峰。